们现在到河口湖了，然后刚刚在里面扭蛋，闯富士山的东西。哇，富士山的 Hello Kitty。富士山的 Hello Kitty。掉了，因为我是扣在上面，所以要。他的脸被撕掉了。车。哎，母亲就这样。啊，来的时候带三箱，一箱空的。衣服、电器，我现在箱箱都满的，哇操！就那个，可想而知那个什么，迪士尼有多好嘛。还好有些人没来，要不然哇，被他病了。哇，有这路吗？火影忍者的列车哎、欸，火影忍者的电车哎、欸。太酷了，有看到吗？前面那个是火影忍者电车，那个。我现在在录啊，我也不能走太远，我怕等一下有人把我行李拿走，因为我老婆去拿东西。太酷了。客了。然后这边真的太有名了，那个贩卖机。现在还在等。我的老婆拿东西，现在还在等。恭喜状。票券。火影忍者的电车。哦，对啊，它这里有那个特殊的电车。它后应该是就会有坐到火影忍者。的那个吧，之前不是有跟你讲那个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我想要你要去拍他，他有下一条。我只从这边拍啊，我没有拍全部啊，没关系啊。你去那边，我都不用啊，走啊走啊走啊，我有拍了一些啦。你就拍很大。我等好久。我只拍一段啊，因为后面的我拍不到。我要往前吗？我再往前吗？好了，三，刚好指到富士山，这个，真的吗？我刚刚指到富士山了。我老婆也很爱拍照。那一栋红色的、啊，红色招牌，啊，这么刚好、哦，这么近。哎、欸，他的灯没关。
这台车的灯没关。好像要去前车喽。原本想说不牵扯，没事，我在讲话而已，自言自语。我一直在录影啊，刚开始而已。从刚走过来的时候，这是我们今天牵扯的地方，这个。这段就是这样。